有民众检举，最近在新北市永和的福和桥下河堤出现了大批流浪狗，那么也传出有早起运动的人被咬，而当地里长说这是有人随意弃养宠物。这些狗儿流浪在街头，没有东西吃，就乱窜到大马路上，也差点导致驾驶人发生车祸。